那感谢这四位，也感谢你们一路以来为这个节目带来很多很棒的作品。所以我们最后要宣布，今天这一集不淘汰任何选手，因为我们期待看到你更多面向的表现。我们要来看你们未来能不能匹配上嘻哈这两个字。你被整了，恭喜恭喜 ！Yes， 你被整了，好爽！他们全部傻眼。公布完所有选手的分数之后呢，我要再度请以下分数最低分的四位选手上台 ：Gawan、马俊、29 Groove、Rex。那我们最后再请评审老师讲点话。OK， 最严重的我觉得反而是那个睡梦罗汉拳那一个部分，因为不管是跳舞的 battle 啊，或者任何比赛，我觉得还是要给对方一个 respect，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因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表现。对我来说，以上，感谢。你们四位都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，you know rappers， 在这个节目上面。我现在看着你们在上面，其实我还蛮痛苦的。就是其实我觉得啦，就是也不是这么凝重，但必须要讲。你看，我们从第一集、第二集，我就一直在说，我们大家一起把水准拉高嘛。所以其实我在评判打分数的标准，真的每一集有越来越高。然后最后还是身为一个厂牌制作人，就觉得拜托，就算离开了，最后拿出一张真正的专辑，让大家看说谁才是这个市场上真正的王者。希望你做出超屌的作品，那我们再金鹰奖进去奖见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所有评审的讲评。不知道有人没有人发现，就是四个选手在台上面对迪拉，就是评审，然后迪拉在讲了很严肃的事情。贺龙站在旁边，感觉他一直要被淘汰，就是很乖，然后你就分不出来谁是主持人，谁是选手。你没有发现 ，even 那个 Jason， 我们才开始，那个那个是贺龙，因为真的很严肃，超严肃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会被录，就是我们在狂笑，是因为那件事情的，好可怕。非常遗憾，你们在 Dispatch 环节是最低分的四位，请简短的说明一下心得。谢谢评审，然后就是来这个舞台，其实也收获蛮多，认识很多朋友，认识到 Magic， 然后认识到很多前辈、很多贵人，就觉得收获很多了，然后让自己有长大的感觉。其实到这边就已经没有遗憾了，就可以先回家了，回家好好写歌、好好做歌、好好休息。对，所以就这样。我刚刚想了很久，从失望到失落到满足吧，因为我后来领悟到这不是一个结束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然后我在这个节目，我才刚出道，我就收获到这么多，就是比我想象期待更多的，甚至上一集写出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然后认识到高万，然后就是获得好多新的经验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觉得谢谢大家，真的。我觉得我超级对不起我自己了，然后我也超级对不起皮哥。我其实这轮我蛮有自信的，但可能就是哪些地方出错了，我也不太确定。但我很谢谢大嘻哈，谢谢三位评审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让我到这边来挑战自己。我觉得我吸收蛮多的，所以现在撤了，我需要把这些吸收的东西慢慢释放。对，然后就是希望留下来的人可以顺利的展现自己的东西。谢谢各位。没事啊，满足了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只是不想出国来比赛，然后对啦，那些期望的人有点抱歉这样。不要太严肃，没事啊，我还会发歌啊，就这样。那感谢这四位，也感谢你们一路以来为这个节目带来很多很棒的作品。所以我们最后要宣布，今天这一集不淘汰任何选手，因为我们期待看到你更多面向的表现。我们要来看你们未来能不能匹配上嘻哈这两个字。
你被整了，恭喜恭喜 ，Yes， 你被整了，好爽。他们全部傻眼，你们在震惊之中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有一点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那重新讲了，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积分赛了。对。刚刚是不是快哭了？有没有哭？有没有哭？刚刚笑了笑了笑了。但是我们希望让你们来一段真的死掉的感觉。死而后生，对 ，for real， 对对，今天是个积分赛啊。You're still here。哎，我刚真的演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坐在那边，我们快爆掉了。我们想说，哇，你们讲话每一个都好狠哦，你们那边快笑死。今天是一号吗？是。哎，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积分赛嘛，所以你们还是四个最低分的。下一次你们就是。排位赛，你们就是从最低分的开始这样子。高万，想问一下，你刚刚有哭对不对？没有，眼眶泛泪。那个 Twenty Nine Groove 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吗？原本要回秋园街，现在不用。好美，我觉得这样好了。对不起，还是可以给你选择留下来，或你直接走，因为你刚刚都讲很好。没，让我留下来。要留下来。好爽。哎，那 Imagine 呢 ？Imagine 怎么样？你刚从失望、失落到满足，你已经满足了吗？那你满足的话要离开吗？不是，我以为我满足了，但我现在发现我欲求不满。哦，欲求不满就是高万的错了。你们四个有信心在下一个赛制直接拼回来吗？可以吗？他们全部都还有信心，哎、因为我们已经叠过一次了。那 Twenty Nine Groove 你怎么说？我觉得比 Diss 我可能不太行，但比作品你们可能要小心一点。哦，今麦讲话大声。那个阿宽妹，你要让我妈生二胎嘛？反正你让我妈难过了，你不会好过了。哦，哎，高万的高万，高万没讲高万怎么样？怎么说？第一集的高万要回来了，杀掉。